也将花西步道雨后限定版2023年8月5日星期六。今天前往途中看到很多野姜花，也看到很多雨后限定版的瀑布，可是一直在下雨，就没有拍照了。雨后的野姜花西步道有部分路段变成水路，所以最好穿雨鞋或速溪鞋。野姜花西步道全长约1980公尺，今天往返加上拍照约为150分钟。在步道的780公尺处，有一个岔路通往绿色隧道。野姜花西途中有一个水塘，可以拍到野姜花倒影的美景。步道上还有一个凉亭，四周环绕着溪涧、野姜花和曼陀罗花。终点处有一个凉亭，周围有一大片的野姜花景观，并且提供洗手间供游客使用。今天前往途中看到很多野姜花，也看到很多雨后限定版的瀑布，可是一直在下雨，就没有拍照了。雨后的野姜花西步道有部分路段变成水路，所以最好穿雨鞋或速溪鞋。野姜花西步道全长约1980公尺，今天往返加上拍照约为150分钟。在步道的780公尺处，有一个岔路通往绿色隧道。野姜花溪途中有一个水塘，可以拍到野姜花倒影的美景。步道上还有一个凉亭，四周环绕着溪涧、野姜花和曼陀罗花。终点处有一个凉亭，周围有一大片的野姜花景观，并且提供洗手间供游客使用。为家己拼一条路，
我是背包客大叔。爱在台湾旅游，每次都会当天贴文并上传影片到 YouTube， 想了解最新的花况、瀑布水况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吗？快来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为您提供最新的花况、瀑布水况、旅游的参考资料和建议。